呢，都是希望各位在接下来的练习，比如说哦，除了各位现在手边正在做的那个奖杯的设计，还有后面我们还有其他的作业给各位的过程当中，都可以当作各位在设计的过程。这些东西你了解了、练习过了、留下印象了，哦，那么都希望在你的行的编辑上能够更加的活泼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以整体而言，整体而言，哈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选到这个圆，好，选到这个圆，那我呢，尽量不破坏到它的体质，我去把它的这个编辑样条线呢，把它选进来，好，编辑样条线把它选进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以这个，哦，整体的这个哦为目标。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个叫做附加。附加，如果一次只是要加一个进来，比如说我要把旁边这个圆加进来，变成一家人。附加呢，就是想办法让别的独行变成一家人的意思。好，那么呢，如果一次只要附加一个，那就按这个就好。一次如果要附加很多个，那你就要选这个附加，它就会把这个表抓出来给你，哦，都是名称，你再依你实际上的需求去把它选进来，哦，这样了解的哈，哦。那我们现在没有，我按取消，我们只是要把隔壁这个加进来就好，所以呢，就请各位选附加。然后呢，去把你要加进来的东西啊，把它选进来。滑鼠呢，放在这个线上哈，放在线上，有看到它出现这个加的符号进来了，把它点进来。成功的话呢，它就跟着变白了；没有成功的话呢，它就不会变色哦。你要看它有没有变色来当做你判断的基准。好，加进来变成一家人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继续进行下面的动作，比如说，哦，我想把中间这边拿掉，哦，那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怎么做，哦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把对方加进来变一家人了，中间这边，啊，我们再来看要接下来用什么方法把里面的东西把它拿掉，哦，这样子只保留外面的这个框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进一步的编辑之前，先把对方加进来变家人，哦，这概念很重要哈，哦，来交给各位，哦，所以请你呢在旁边呢，啊，随便的画两个圆，把它交叉在一起，哦，随便的画两个圆呢，啊，把它交叉在一起，哦，然后呢，请你呢，哦，把它那么加进来变一家人。来，刚好在做了，如果没有看清楚的，现在麻烦各位再看一次，哦，眼睛尽量不要扎，好不好？哦，漏掉细节就不好了。点到其中一个圆，你要点哪个圆都没关系，先点到一个就对了。然后呢，打墨底白哦，这边哦，圆的体质不要变哦，直接去把编辑样条线抓进来哦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子，好，你要抓它进来才会有这个东西啊。好，点到了这个，哦，它叫做样条线的这个形体，然后呢，按这个附加，有没有？附加，按一下这个附加，去把谁加进来？把隔壁这个加进来啊，哦，点进来，你看到没有？两个都变白了，哦，两个一家人呢就在一起了，哦，刚刚做的是这个动作，哦，所以刚刚没做的麻烦你再做一次。那我们现在呢进一步的顺便讲一下，里面我要拿掉，我只要保留外面这个框。同学再讲一次，两个叠在一起了，我要保留外面的这个框，里面的这边不要，这条线不要，这条线不要，请问
这叫做什么级？啊？好，基本上叫做级级。好了，叫连级，同学，两个融合在一起，里面都不要，只要保留外面的框，叫连级。来，各位，哦，这要注意啊。两个在一起，连级的话呢，就是变这样子，一个爱心，这样子，就叫连级，好、哦，就叫连级。以这个为主，这个为负的。如果是差级，它减它，就会变什么？月亮，这样懂吗？它减掉它，这边就挖掉了嘛，是不是剩下这边月亮就出来了？这个叫差级。好、哦，两个交叠的这块做保留，两个交叠的这一块做保留。我要这一块得到最后得到这一块，这叫什么？交集，这样会了哈。那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要是这一种，哦，但是这三种各位都要会哦，哈，哎，我只是跟你讲说，哦，基本上我原本要的，现在要的是这一种的状况，好，来，那各位请看一下怎么做，哦，三种我都做给各位看好了，哈，来注意看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哦，所以呢，请各位接着直接到这边来，选到这个样条线哈，选到这个样条线哦。各位没看到这个叫什么？布尼，好啦，布林呐、啊，布林知道吗？布林运算的布林，布林运算的布林，好知道哦。好，来看一下喽，这个叫做连级，这个叫差级，这个、叫做。交集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现在呢，我点一下这个连集哈，点一下这个连集哦哈。来，那各位呢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我直接把这个按钮按下去，按下去有没有效果？当然没效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很好，你要先把这两个选起来，记得把这两个选起来。你没有选起来，一直按这个布林，初一按到十五，它还是不会理你的，哦，所以选起来之后，选到你要的，看是要连级，还是要差级，还是要交级，把按钮按下去之后，再按布林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哎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了，啊，做错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应该有才对啊，好、哦，又可以。不好意思，选起来，好。哎，奇怪了，刚刚出来好好的，你坐坐看，坐坐看。好，我重开一下好了。奇怪，我把三 D Max 关掉，重开一次看看。你们坐一次，好，你们坐一次。布林啊，好了，来，不好意思哈、哦，来各位暂停一下动作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重开就好了。来改一下，各位你暂停一下动作，不好意思哦，嘿，一起选他不理我，先选一个主要的主人，这是仆人哦，各位这是主人，这是仆人，先选到主人，好，按一下布林。再选仆人，哦，这样子就是连级，哈、哦，哎，好，然后呢，如果是差级跟交级，动作都一样，先选主人，然后如果你要差级的话呢，按一下差级，再选到仆人就被剪掉了，好、哦，来交给各位，哦，要不然刚刚一开始做的时候怎么可以做起来？
是啊。